时，人群中有一群又菜又爱玩的人，他们的操作总能让人意想不到。耍出来的吧。想心理问题，我们再去较量，那就完了。所以呢，豆腐吗？啊？有些人脑子被卡住了，智商也跟着被卡住了。我是该前进还是该后退呢？看大门这个职业确实不适合你。嗯，老板说一下，老板说来一首把酒倒满，把酒倒满，事不过三，过三我戒烟。事不过期，过期我不吸。关着三七二十一，点着我再吸。别下来，想想你的父母，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你的媳妇孩子。想个灯啊，那他妈是监控，他有病啊，好像监控啊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我好白色梦，天天在乱看漫画，我却在学。虽然说努力的人不应该被嘲笑，但我确实忍不住了。我听说新疆下雪了，我要去新疆干雪。我到新疆五路新疆五木路路新疆五路。